而现场消息来看，王宫渔火节盛大登场，现场非常的精彩哦。我们交给记者许嘉诚来为我们报道。嘉诚，好，赶快来到王宫渔火节的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在彰化王宫依旧是非常的热闹，因为呢，现场呢有这个歌手非常精彩的演出，而且卡斯阵容也非常的坚强。那么现在画面当中，你可以看到是艺人豆花妹正在台上表演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场的这个民众还有粉丝相当的多，因为一连两天的王宫渔火节就在这个王宫的渔港这边来进行哦。那么其实主办单位呢，这次请来非常多的大咖的艺人歌手要来这个轮番的登台演出，很多的民众呢是吹着海风一边欣赏演出，那么到时候呢还有这个美丽的烟火要来释放，那么两天的活动也陪民众度过这个两天非常愉快的周末。以上现场情形，把时间交还棚内。另外，您相信国军打靶？